转载自百家号作者，全球迷再过一个半月时间，现重量级第一人安东尼·约书亚将在英国主场迎战法定选手俄罗斯人亚历山大·博维克金的挑战。对于这场角逐，尽管外界认为有一定悬念，但大部分还是看好约书亚能够轻松胜出。原因是博维克金比对方整整年长了10岁，而且身高体重方面处于明显劣势。不过也有人持相反意见，其中就包括约书亚的死对头现 WBC 重量级冠军德昂泰·威尔德。近日威尔德做客某访谈栏目时预测了9月22日约书亚 VS 博维特金大战。威尔德认为依照博维特金的综合实力，他完全可以给对手制造足够麻烦。威尔德说，对于约书亚而言，这将是一场艰难角逐。博维特金是一位优秀战士，而且非常聪明。虽然他与高大拳手比赛不那么顺畅，但博维特金的聪明可以帮助他渡过难关。因此你只要给他机会，他就会很好的利用。约书亚可能在对抗中遇上麻烦，我并不认为他拥有理想的心态，而且与博维特金大战，观众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支持他。毕竟约书亚的所作所为失去了全米的爱戴。对于约书亚 VS 博维特金大战，小编认为除非真正意义上的爆冷，否则博维特金很难创造奇迹。约书亚要做的不是击败对手，而是以怎样的方式击败。并且即使同为巅峰期，个人也十分不看好博维特金。原因是双方的各项指数摆在那，约书亚能够制约对手的武器太多了。另据著名推广人埃迪赫恩透露，约书亚与博维特金比赛门票如今销售异常火爆，预计承办大战的伦敦布利大球场将轻松吸引超过6万名观众。约书亚上一次在温布利大球场亮相是去年4月对峙小克里琴科，当时比赛吸引了9万名观众前往。图片源自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本文原创，百家号首发，禁止转载，违者必究。